言说历史，再造奇迹。瓷房子，中国天津。小韩国，哇，这个第一次看的情况，在这没有比较有意思。外面的情况，我们希望，我希望给我的朋友介绍我们英国的地方。啊，谢谢。이렇게두개할 길을 이런 식으로 꾸며놓는데 잘 없으니까 좀 새롭다.